各位校员，咱准备要上课。开始了，请起立。今日，请坐。各位第57届学员，大家好早。我有个在马斯。Good morning, everybody。三国的语言安尼吼，安尼大家袂歹哦吼。大家辛苦啦吼。安尼长者个即马安尼吼。无简单，无简单。啊，即马台湾热人到啊咧吼，开始安尼吼会流汗吼，啊，即马算袂歹啦吼。内底还佫电风咧放啊吼，啊，古早时啊，当第一届开始无电风咧，哦，那下课吼，真个啥拢淡的，会使准就对了吼。即马袂歹啊，袂歹吼。啊，我是姓郑啦吼。郑自在吼，啊是台南人，迄个成功大学建筑系毕业吼，啊了早期1960年去美国留学读册，啊伫遐加入海外的台湾独立运动，啊伫1970年啊甲这个计划刺杀蒋经国吼。我甲这个黄文龙先生吼，啊了后呢，啊我被美国判刑5年，讲杀人未遂安尼吼。啊，今仔日因为可能时间的关系吼，咱市长的代志可能啊无时间讲啦吼，有时间再过来讲吼。啊，我是了后吼变作黑名单吼。国民党的这个黑名单，袂当回来台湾。啊，我离开台湾已经30年啊，吼，袂当回来吼。啊，最后我1991年提去东京提签证，啊，了回来到桃园机场，啊，结果呢，甲冻掉，无爱我入来，吼。啊，最后呢，我4、5个少年佫甲赶出去，吼，佫甲赶去飞机顶，吼。啊，佫甲送转去东京呢，吼！啊，所以迄届了，我非常受气嘞，吼！我讲啊，即个台湾，阮的故乡啊，我即出世的啊，对无？我是台湾的主人啊，你哪佫甲赶出安尼吼？啊，所以我讲安尼好，啊，我用家己的办法吼，啊，搬枪啊，转来台湾吼！啊，所以我1991年6月吼，啊，我就等桃园机场，哎，啊，就甲行入来安尼吼。哎，无代志咧吼，啊，那无代志，因为我摕别人的 passport 咧，啊，就入来啊吼，所以认袂出来吼，啊，是我呢吼，啊，了后呢，啊，我就举行一个记者招待会，讲我回来啊吼，啊，你要甲安怎呢吼，啊，结果呢，哇，国民党呢，要求部用个违反国安法，吼。偷渡入境，嘿！伫咱岛咧，什么偷渡入境？我毋是迄个阿六啊，偷渡入境吼，甲起诉啦吼。啊，我想讲起诉无代志啊。古早比我较早转来吼，去抓到的，啊判5个月、6个月，一颗罚金啊无代志啊。哇，结果这个判官吼，可能是中国人吼，挺要求了对啦吼。甲判刑一年呢，我想讲，可能是判假吧，佫真正呢哦，判刑一年，佫还来关呢，所以我倒来台湾哦，啊，叫关一年。啊，迄当时呢，判一年哦，等于甲判2年啦，是安怎讲呢？你若判2年吼，啊，你叫关一年，伊就甲你放出去啊，吼，加息会再放出。啊！你若判一年吼，哎，歹势，你来坐365天吼，
啊，所以顶我甲判两年咧吼，啊，所以我叫关365天，一天都无见嘛咧吼。啊，我回来台湾了后呢，因为我是这个建筑师吼，啊，所以我有参加这个行政院的228纪念碑的这个啊比赛吼，设计的比赛吼，啊，结果迄国际比赛啦吼。啊，结果300多件作品内底吼，啊，阮得到第一名呢吼，啊，所以这个即马伫台北新公园的228纪念碑吼，啊，大家有机会爱去看吼，这是一个国际水准的一个纪念碑吼，啊，设计了袂歹吼，啊，73甲即马吼，哎，满20年了吼。啊，搁伫咧吼，啊，搁徛伫遐吼。啊，我是伫建筑师退休了吼，啊，即马换一个跑道吼，我就是变作专业的油画家吼。啊，我即马逐工都咧画油画安尼吼。啊，讲伊若伫楼骹食饭吼，诶，莫顾食饭吼。迄墙、迄壁个小看一下吼，有两百度哈，迄两百度就是我画安尼吼。啊，今日我主要是要讲啦吼，要讲两项代志吼，一项代志就讲台湾人啊，到底是虾米款人吼？虾米是台湾人吼？啊，第二就是讲吼，啊，中华民国诶，敢是一个国家吼？啊，咱知影吼，今仔日唔知有屏东来无？哦，即屏东来，屏东有一个北窑湾，知影无？八窑湾，啊，有一个九盆，唔是八盆，九盆有一个大九盆大沙漠，哇，无简单呢。一片的沙漠啊，遐尼啊大片吼，台湾哪有沙漠？有咧，我咧奇观吼，因为迄是一个几啊年安尼风安尼吹吼，啊沙累积起来的大沙漠吼，啊大沙漠的边啊遐有一个北窑，叫做北窑湾，吼。啊，所以咱也会记哦。屏东有一个北寮湾，啊，是咱那边讲北寮湾，因为北寮湾就是这个牡丹事件。啊，咱各位捌听到牡丹事件无？哦，这個、台湾历史上早的一个事件，就是台湾跟日本发生关系一个事件。竟然就是发生的。屏东呢，咱所知影的屏东这个所在吼，北寮湾，哇，这真早以前啦吼，伫马关条约以前，吼，伫这个1871年，吼，北寮湾这个所在，1871年，琉球有一只船，这只船是要去中国进贡的一只船吼。啊，去拄着风台，吼、哦，拄着暴风雨安尼吼，啊，所以拍啊，即个船无多驶啊，一直飘来个北寮湾，吼、哦，啊，船已经是差不多，风台拍啊，吼、哦，袂当驶啊，哇，靠岸了，即琉球人哇，真欢喜啊咧，即救着命咧吼。哦靠岸咧，我就登陆啊咧。但是北寮湾迄个所在，伫1871年啊，即、這个原住民吼，还是高山族，还是白湾族，伫迄个所在。啊，白湾族的人讲，啊，这人登陆吼，这人可能是支那人吼。迄、哦那个年代的台湾呐、啊，就是一个海贼国，拢是迄只船吼，走来走去吼，啊，拢伫台湾这个所在，伫遐靠岸，
底下补给，吼、哦，补给水啦、啊，交换商品啦、啊，吼、哦，拢伫海产地迄个所在。啊，海产拢会太原住民啦咧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即拜完之后，看到遐人讲啊，即可能钱那人咧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就甲抬。啊，所以六十几个人，即阵六十几个人靠花吼，结果拜完总呢，甲抬死五十四个人。啊，佫剩十二个人吼，啊，这十二个人予汉人吼，佮救起来吼，啊，了后呢，送登去福州，啊，佮等福州佮送登去琉球，啊，这个事件呢，哇，日本政府知影，讲这个琉球的这个藩地吼，琉球当时伊唔是一个国家，伊属一个藩地。琉球有一个藩主，吼、哦，统管理统一这个琉球的吼、哦。啊，日本是讲，哎、欸，啊，你离我这么近吼、哦，啊，日本认为讲琉球是日本的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就要向清朝算账，哎、欸，讲你杀死阮五十四个人啊，吼、哦，啊，你要安怎呢？啊，日本政府呢，内部哇开始。咧讨论讲，是毋是爱出兵打台湾？啊，结果呢是讲，万只出兵咧吼，咱先来向清朝、清政府来交涉，吼、哦、啊，到底你要安怎咧吼、哦？所以日本咧派大臣去甲中国吼，含、哦、清朝去交涉吼、哦。啊，清朝的大臣呢，伊讲台湾东南部即个。青番呐、啊，吼、哦，伊个讲青番吼、哦，是化外之民吼、哦，是阮清朝啊管袂到的所在，吼、哦，即阮无要管啊咧。哇，日本人听者讲哇，啊，哪有即款政府安尼吼，啊，你管的所在太人，你讲你无要管啊咧吼，啊，所以就决定出兵。哇、哦啊，日本要出兵吼，伊、哦、先来调查吼。哦一个北流湾要入来是要哪入来？啊，当地地理情形好，调查较清楚啊！吼、哦，派兵出来，哇，派啥兵呢？三只军舰呢，吼、哦，十几只船呢，吼、哦，啊，拢做三千六百个兵，我、哦、要来攻台湾呢，吼、哦！啊，你要来攻台湾？台湾迄个时阵无一个藩主，无一个统一的管的人啊！拢是一个部落，一个部落原住民安尼哦，遮一撮，遐一撮，遐一撮安尼，一声就讲，就拍到等屏东石门去啊，哦，啊，所以屏东石门即卖有一个纪念碑，叫做郭振长纪念碑，哈、哦，啊，其实你袂使写郭振长，啥物叫做郭振长？就古早时代的战争对不对？啊，你莫爱写是。牡丹事件的这个战场，唔个对吼，即、哦、个古战场吼、哦，啊，所以遐有一个叫做古战场纪念碑吼，哎、哦，就一声就拍啊吼，即、哦、原住民就走无路啊咧吼，伊、哦、人太济吼、哦，啊，就要求清朝讲，哎、欸，啊，你变呐，所以清朝呢决定赔偿五十万两黄金吼、哦，啊，了后日本就退兵吼。哦退兵啊！啊，但迄个时阵开始吼，即、這个事件开始，日本怎啊将琉球即个所在呢，该归作日本来管理啊呢？吼、哦！啊，清朝政府啊开始讲，哎、欸，哇，台湾无处理嘛袂使呐，清朝开始派一挂官吼，来到即个南台湾即个所在，吼、哦，这是即、這个。牡丹事件吼，含咱台湾有切身关系吼，所以咱大家要了解吼，这个牡丹事件发生在咱这个土地顶端，屏东的北流湾吼，的一个事件吼，所以这咱来认识清楚吼。啊，即马说嘞，1895年吼，日本甲清政府、清国有一个战争吼。就是日清战争，啊，因为日本已经开始明治维新啊，吼，
伊个军队拢现代化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清朝咧拍袂赢吼，清朝拍输，啊，拍输边啊，古早时代啊是到即马吼，战争各各国个战争就是爱宣战吼、哦，啊，战争要结束呢，就是各各国啊签一个和平条约。啊，所以伫1895年，清国政府甲日本政府呢签一个和平条约，叫做《马关条约》，日本叫做《下关条约》。吼、哦，这是1895年。1895年的这个《下关条约》啊，将咱台湾人的命运完全改变。吼、哦，1895年以前。咱的国籍，吼、哦，还是咱是清国人，吼、哦，日本甲咱叫讲你清国了，吼、哦，清国人。1895年了后呢，咱变日本人，咱是日本籍，啊，所以1895年的《马关条约》内底啊，有一条就是讲，你有2年的时间，予伫台湾的住民来决定，你是要继续做。清国人、支那人，还是要做日本人？你若要做日本人，啊，你就继续待落去，吼、哦！啊，你若无爱做日本人，你的财产卖卖咧，吼、哦！啊，搬转去中国安尼，吼、哦！有2年的时间，所以这两年的时间呢，大概有4-5千人，吼、哦！这是较早这个清朝的官啦，吼、哦，也官俗啦，吼、哦！等于中国的哈，大概有这侪人，啊，剩的留落来就是日本人。所以咱的祖先啊，咱的阿祖阿嬷祖嬷，就是日本人哦。一直到当时呢，一直到吼，咱有日本管哈，《马关条约》，咱算好运啦，台湾算好运哦。日本统治50年。日本也无甲咱统治50年，甲咱台湾变成做现代化的一个社会啊！今仔日的台湾可能比海南岛搁较歹，搁较无进步，这点咱来了解吼、哦。日本开始占领台湾的时阵，伊就大力建设台湾。伫占领台湾的头10年呀、啊。日本的国库用伊的钱来建设台湾，10年的时间哦，拢等日本提钱来建设台湾。一直到第11年，台湾总统府伊的预算啊，才开始会当平衡，都唔免日本来提钱来建设台湾啦。哦，啊，所以中国人咧讲，哇，啊你。台湾就是日本的殖民地，甘是殖民地？伊无甲你剥削啊！伊是用日本的这个钱、日本的资源、日本的人才来建设台湾，吼、哦！啊，这个1895年啊，有一挂故事啦，吼、哦。第一就是讲，1895年这个《马关条约》签落去，啊，日本来占领台湾啊。啊，就日本船，但日本开出来来到台湾啊！啊，台湾伊个定了啊，啊，变哪定了？各位敢知影？日本定了台湾，但倒定了？伫东北部，东北部个倒位？哦，有伫澳大，但澳大爬起來。啊，是安那走澳大呢？伊本来要等淡水河入来啊。欸，淡水河有真侪大炮伫遐呢，伊今仔等了入来吼，叫大炮弄着，啊，怎啊等淡水河呢？完蛋，二地去吼，啊，等二地停了，二地停了了后呢，当时嘛无啥物路啊，吼、哦，拢是人咧行，只要细条迄个路啊尔吼，啊，就有马啦、马车啦来通过啊吼，啊，所以等二地慢慢行入去台北城。啊，1895年啊，有一个叫做唐景崧这个人啊，各位可能捌听的吼。
台湾民主国的总统，吼，伊家己称的吼，台湾民主国，因为有这个法国人啊，来建议讲，啊，你都卖导航啊，啊，你都成立一个国家，吼，啊，世界都甲你承认嘛嘞，吼。我爱都真信啊信心嘞吼，就成立个台湾民主国，吼，啊有一个黄虎旗吼，咱大家拢知影一个旗啊，啊有一只虎吼，黄虎旗安尼，啊家己讲伊是台湾民主国的总统吼，日本兵开始进城的时阵呐，哇，伊就半暝就走啊呢。伊安那走呢？伊化妆做一个阿婆啊，吼、哦！啊，走去鸡笼港，当鸡笼港就走去厦门啊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即马台湾话有一句讲：阿婆啊，浪港，迄就是咧讲唐锦松，吼、哦！唐锦松装作阿婆啊，吼、哦！啊，走去鸡笼港，伊就浪港啊，吼、哦！硫酸啊，你一个大总统硫酸，啊，下骹人要安怎？哇！下骹人讲哇，啊无人领导啊，我就开始唱啊，啊唱啥？唱酷银啦，酷银就是较早咱即卖的银行就对啦，我唱银行啦吼。啊百姓呢啊唱粮食啦，吼粮食武器啊唱啊，啊所以清朝的兵啊甲这台湾人哇拍拍做伙啊吼，大家唱来唱去啊。啊、所以台北城非常乱、哦啊，所以伫房价即个地上啊，吼、哦，一、這个地上姓李吼，哇，伊就召集只地方的士绅吼，啊来开会，我讲台北安怎呢？吼、哦，即么台北城乱安尼吼，啊，所以指定讲即个郭献龄，即、這個、郭宽明的老爸吼、哦，指定郭献龄去。二地迄个所在去要求日本兵吼进入来占台北城，所以郭献龄呢带日本兵进台北城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即马中国的历史拢讲哇，郭献龄是大奸吼、哦，哇，伊带日本人入来吼占领台北城吼、哦。啊，其实唔是，伊是带日本兵入来兵。即清朝即兵的乱呐、啊，即兵乱呐、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唔是台奸呐、啊，吼、哦。啊，台南嘛相共，吼、哦，台南日本兵要进城的时阵吼、哦，台南有一个乌鸡军，吼、哦，诶，刘英福，哇，伊是唐锦松率了伊第二个领导者，吼、哦。啊，日本兵要进城的时阵，哇，伊嘛是闹跑咧，吼、哦。伊就规家伙啊，带咧，啊，就爬去哩英国船，我想是用钱买通啦吼，爬去英国船，啊，就英国船就开就走啊咧吼，啊，结果日本兵进城，要掠刘英福咧，啊，怎样伊走咧？哇，用船甲堆吼，啊，堆到即只英国船，爬去哩英国船，找无人。因为这个英国船吼、哦，伊这个 captain 吼、哦，佮藏起来，伊个钱佮买通嘛吼、哦，所以佮藏起来，找无人，吼、哦，所以掠无到安尼。啊，台南市小港，哇，即个偷人走啊，兵嘛是抢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无法度，即台南的一挂士绅，都要求即个马克里牧师，佮出面吼。哦去请这日本兵吼、哦、来进城占领台南吼、哦，所以大概有这两项故事啦吼、哦，当时安那进城的吼、哦，啊，这是1895年吼、哦、这代志吼，啊，但经过一段时间吼、哦，这个太平洋战争爆发，太平洋战争就是1941年吼。哦我即马拢讲讲完啦吼，啊，各位可能读到啊，搁转袂转来吼。公元甲民国呢，差11年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你若用民国咧想，甲加11吼、哦，啊，就是公元安尼吼。
啊，所以公元这个1941年太平洋战争啊，就爆发啦。啊，日本去轰炸珍珠港，美国的珍珠港啊，所以美国呢向日本宣战，就开始这个太平洋战争啊，吼。啊，日本伊个国家讲个是小国咧，那有遐侪兵，伊去拍中国，哇，这大陆遐大，哪一兵啊？唔了拍中国，伊去拍南洋，哇，菲律宾、越南、缅甸，遮拢是啊，南洋，伊个战场上个宽，哇，无人啊，无兵啊，所以迄当时。嘛，真侪台湾人，特别是即个高山族的吼，毛组织高山族义勇军，因为当时台湾阿哥唔是日本的即个领土的一部分呐，所以袂当台湾人袂使去做日本兵，会使去做军夫，会使去做义勇军，唔是正式的军吼。一直到1945年4月初，日本天皇有一个诏书吼，甲引准朝鲜人、台湾人纳入去日本的宪法。但迄个时阵开始，台湾人开始当做日本军吼，所以1945年4月初，我相信嘛，真侪咱的前辈吼，调去做兵的吼，送去南洋的。真济有几廿万的人，啥物南洋作战吼，结果倒来无几个吼，大部分拢战死伫南洋吼，哎嘛真可怜啦吼。大部分遮个少年人吼，拢比我差不多加4-5岁尔嘞吼。我若较早出世，可能嘛战死伫南洋啊，所以时代迄个时间点吼，无啥共吼。所以即个。太平洋战争就是伫遐吼，一直战到1945年啊吼，美国发明原子弹，就炸两粒原子弹吼，一粒炸伫希罗西马，一粒炸伫南加萨基，哇，这原子弹厉害，敢若弹落了吼，现死个20万人啦，规个城总烧掉了。炸落了后，着着迄个辐射线呢，哇，迄拢是啊，伊个伤害啊，毋是几啊十栋啊，可能几世人诶吼，所以日本天皇看即个情形，哇，袂散，即无投降袂散吼，所以日本天皇就接受即个明军诶要求，无条件投降，所以咱知影太平洋战争，明军唔是干那美国啦，当然是主要是美国打日本吼。但是有旧金山合约签了，有48个国家，本来是有52个国家甲日本签吼，结果干那有48个国家签吼。所以伫1945年，即个。日本天皇接受无条件投降啊！所以明军呢开始分配占领吼，因为政府足大，所以分配占领。所以美国分配占领日本本岛，占领琉球吼。台湾甲澎湖呢真不幸吼，明军指定还是派一个蒋介石来占领。越南那边有一部分较北边，嘛是蒋介石去占领吼，所以分配占领。所以1945年呢，蒋介石甲伊个军队来台湾，接受日本军的投降来占领吼，这是中国也是中国国民党第一个吼诶胜利，就是占领台湾。迄当时1945年，台湾是日本的领土，所以伊来占领台湾，结果呢，中国人就爱讲白贼啦，
伊讲我光复台湾，哦，伊怕人家台日本，所以伊光复台湾啊，无影咧吼。伊毋是光复台湾，伊是代表民军来占领台湾，接受日本军的投降吼。啊，即、這个1945年了，哇，中国国民党真欢喜啊，我占领啊，吼、哦。啊，欢喜无偌久了呢，中国大陆开始内战啊，共产党开始拍起来，拍国民党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共产党巧啊，伫日本伫中国这兵啊，啊投降啊，吼、哦，啊投降武器你都爱交出来啊，啊，共产党落去接收这物件，伊武器，吼、哦，啊，伊枪弹吼，去接收这物件吼。哦开始打国民党，诶，但1945年打到1949年，国民党哦，共产党打啊密密麻麻，直直退来到无路啊，哦，最后呢，1949年啊，蒋介石来走路啊，所以美国帮忙蒋介石这军队呢，用美国的军舰给载来台北。佮再来台湾，啊！1949年，共产党建国，伊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吼、哦！1949年的台湾是日本的领土，蒋介石佮伊的军队是中国人，但中国走来日本的领土，这叫做流亡。哦，各位读过来知影吼，这就是流氓。所以中国国民党两个性质对台湾来讲啦吼，1945年占领台湾，1949年流氓来台湾，吼、哦，这是这个台湾的情形吼、哦。啊，但是1949年的旧金山合约还未签啊，台湾人的命运还未决定啊。台湾人游玩是日本的，这个日本人啊，日本领土啊，一直到1952年，旧金山合约签了，48个国家甲日本签约，48个国家内底无中华民国，48个国家内底嘛无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啊，所以即卖咧，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罗马政府，伊讲啊，我无签旧金山合约啊，啊，所以我无要承认嘛，国国际后这块物件啦吼。啊，所以签落了旧金山合约，签落台湾甲澎湖呢，日本放弃伊的一切的这个管理，啊，放弃了，啊，是要放弃予啥呢？放弃了多一个国家呢，无讲了。啊，现在无讲呢，因为迄当时1949年以后呢，中国变作共产中国啊，啊，美国惊啊。迄当时开始国际的冷战，共产主义对抗资本主义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美国不得不支持蒋介石。啊，是国民党这个政权啊，伊知伊怕输啊，啊怕输都唔是一个国家，啊是流亡政府啊，啊伊嘛是较歹咧，吼、哦，啊但是蒋介石也好高明咧，吼、哦，1950年，韩战爆发啦，本来美国是准备要放弃蒋介石啊，伊讲伊这家伙的人吼、哦，拢是贼，吼、哦。所有美元的物件拢因偷去啊！啊，所以杜鲁门讲啊，蒋介石因这家人拢贼啦，拢贼啦，准备要放弃啊！韩战爆发啦，韩战爆发，美军韩要去打韩国人的时候，伊需要台湾这个基地做补给吧？啊，所以不得不去支持蒋介石，吼、哦。啊！1952年签落了，中国唔是签二国，
啊，所以意思就是讲，中国甲日本的战争无结束啊，因为伊无签和平条约啊，啊，所以美国要求中华民国啊甲日本佮签一个日清合约，哦，这大家知影吼，啊，以后叫做台北合约，哦，就是单独呢中华民国甲日本签的约。啊，甲结束太平洋战争，哈、哦！啊，这个日清合约内底有一条，因为日清合约完全照这个旧金山合约，一条文完全相同，哈、哦！其中有一条讲到国籍的问题，哈、哦！伊是讲，这个1945年这个时点呢，伫台湾这个本土台湾人呢。被看作是中华民国的国籍，哦，这个日清合约在1952年，但咱台湾人由日本籍改做中华民国籍，啊，所以咱在1952年变做中华民国人，哦，这是条约给咱改的，哈，啊，当时这个条约呢，美国跟英国都抗议，哦。讲你袂当一个集体改这个条，迄、那个照安尼吼。啊，但是呢，咱去予改了后呢，经过20年吼，啊，历史一直咧变动、咧变化吼，历史毋是静止的吼。到1972年呢，因为1971年联合国通过一个决议文。从蒋介石甲伊个代表赶出联合国，吼、哦、啊！中国个代表呢，由中华民国改做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吼、哦、啊！所以去予赶出去联合国个，毋是中华民国予赶出联合国，是蒋介石甲伊个代表予赶出联合国，吼、哦、啊！所以咱拢予教科书甲咱骗讲。中华民国赶出联合国，不是中华民国的会籍，游玩在联合国内底，但是伊的名改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尼吼。啊，所以1971年呢，中华民国呢正式在国际上灭亡，死去啊，无去啊，吼。所以这1971年，吼，1972年。日本就讲，啊，代表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啊，所以伊就含中华民国断交，吼、哦，日本甲中华民国断交，伊伫1952年签这个日清合约，签讲咱是变做中华民国籍的，啊，这个合约有效无效啊，吼、哦。应该是无效啊咧吼，啊，咱都已经迄个断交啊咧，断交啊咧，啊，这条就无效啊咧吼，啊，所以咱变作1972年开始呢，咱变作无国籍的吼，咱无籍啊，伫国际上咱唔知是啥物籍啦吼。一直到2006年，这个林志升先生吼，一挂人去告美国政府。你去告美国政府，一个台湾人告一个美国政府，啊，美国政府是全世界上勇的国家呢，吼，啊，你敢共告呢，吼，啊，你一定要有相当的把握啊，啊，无你凭啥共告，吼，啊，做主要是根据旧金山合约，因为旧金山合约是国际合约，吼。啊，国际合约，你国家呢一定要遵守。啊，旧金山合约真清楚，就是讲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，因为伊打赢日本，吼、哦，伊是战胜国，啊，伊主要占领全国。台湾澎湖是被占领，只不过是被蒋介石占领，吼、哦。啊！你是主要占领全国，你就有义务
来保护被占领的这本土台湾人，啊，本土台湾人应该享受美国宪法的保护，美国宪法的基本人权，台湾人应该享受。哦，伊这论点是安尼哈。啊，结果这官司哇拍真久哈，哇拍三年哈，伫2009年。一个最高法院呢，做一个判决，哈、哦，啊，这个、判决呢，伊这整个的辩论的过程，吼、哦，我看这个原文哦，足精彩，哈、哦，将台湾的地位安尼讲啊足清楚的，哈、哦。最后这个判决呢，我简单讲啦，哈、哦，伊有三点啦，哈、哦。伊讲第一点，吼、哦，啊，台湾人60几年来，拢生活伫政治联合内底，吼、哦。第二点是讲，台湾60几年来，无有一个一直任职的政府，吼、哦。这政府也毋知啥物政府啊，吼、哦。第三是讲，60几年来，台湾的国际地位，吼、哦，并无受国际的认定，吼、哦。意思是讲，咱的国际地位。啊，佫无确定，毋知是甚物物件，吼、哦。但是呢，这判官最后讲，甚物人对台湾有法度行使主权，这是政治问题，毋是司法问题，吼、哦。超过司一个法院的这个范围，所以无法度对这个案件做出判决，吼、哦。所以从这个 case 呢。英文叫做 denied 哈、哦，甲你否决掉，哈、哦，就是甲你搁置掉哈、哦。啊，所以这个官司呢，讲起来呢，无赢也无输啦，哈、哦。虽然咱无得到，咱应该得到，哈、哦，受到宪法的正式的保护，哈、哦。啊，但是呢，这个判决文甲咱写真清楚，哈、哦。咱无一直任职的政府，咱的国际地位吼、哦，并无确定吼、哦，就讲讲啊真清楚啊，啊，所以这个官司并无输吼，这是咱做一个台湾人吼、哦，啊，认识咱这个1895年到即马的历史吼、哦，啊，现在变作安尼，啊，台湾地位要透。就是要等旧金山合约来套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这是整个吼、哦，我相信这个法律论述吼，诶、哦，主要这个一条线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即马就是讲，啊，中华民国啊，是毋是一个国家？吼、哦，啊，美国一再咧讲，吼、哦。啊，中华民国都唔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伊唔是一个国家咧，哈。我民进党嘛讲，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啊，哈，伊名叫做中华民国啊。哎，民进党讲的啊，哈。啊，中华民国顶有台湾呐、啊，台湾顶有中华民国啊。啊，蔡英文讲的啊，哈，啊，这唔对咧，我那查一下，哈。各位啊，我讲给您听啦吼。中华民国伫1992年成立，吼、哦，1992年伊拍倒满清国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咱知影中国朝代变化，吼、哦，明朝拍倒清朝，清朝接受明朝的所有的一切的物件。清朝就灭亡啊！你怕输啊，所以你灭亡啊！清朝爬起来，对不对？哦，清朝和孙中山哎拍倒，清朝嘛灭亡啊，就死啊！中华民国爬起来啊！但是呢，爬起来这物件是政府，明朝政府变作清朝政府，清朝政府变作中华民国政府。伊个国家叫做中国，迄国家无变呢，迄是政府咧变，吼、哦，国家无变，即咱一个观念要清楚吼。哦
啊，即马中华民国伫1949年，被共产党拍倒啊！照讲伊嘛无去啊，消灭去，敢毋是？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政府爬起来，政府换掉啊，中华民国无去啊，照讲是1949年中华民国第一版死亡啊，无去啊，咱阁知影，一个国家敢若会使有一个中央政府，中华民国1992年开始，伊中央政府伫南京啊，1949年，和共产党打败了呢。共产党的中央政府在北京，一个国家敢有一个中央政府。这个走来台北，还是流亡来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，还是什么政府？一个国家敢有一个中央政府啊？伊就是一个叛乱政府。伊叛乱的啊，伊无要承认中央啊，所以伊是叛乱吼。所以历史是咧变吼。伫1949年以前，中华民国的中央政府伫南京，即个共产党政府伫延安这個政府，什么政府？叛乱政府啊！伊叛乱啊，伊无要服从南京啊，但是1949年人拍赢。人就是中央政府啊，你走路啊，所以你是叛乱政府，所以国民党伊的本质流亡来台北，伊就是一个叛乱的政府，这咱爱清楚，伊毋是一个国家，伊是一个流亡政府，所以但是呢，因为冷战的关系，美国来个支持啊，来个听啊。停到无法度啊！伫1971年，互联合国赶出去啊，无法度去停啊！所以美国呢，最后伫1979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和中华民国断交啊！你毋是一政，你毋是一国家，我呢断交啊！所以1979年，美国国会通过一个《台湾关系法》（台湾 Relations Act） 现在通过美国通过一个《台湾关系法》，这是美国国内法，就是讲你台湾是美国管辖的，台湾不是一个国家，所以我会使通过一个国内法，来。和台湾发生关系，这《台湾关系法》把中华民国呢，伊讲，从1979年正月初一开始，中华民国的名叫做台湾地理总局，台湾 Governing Authority on Taiwan， 台湾地理总局，伊毋是叫做中华民国，伊毋是国家，伊是一个地理总局。这讲啊足清楚啊，所以即马台湾的名变做安那呢？咱伫台湾内底拢讲哇，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呢，伫国际上伊叫做啥物 ？Chinese Taipei， 吉纳台北，这是伊的名代表国际上就是安尼啊，但是本身拢叫伊是中华民国安尼吼，但是咱嘛相信，伊着中华民国咧，尾啊有一个国字咧，所以是一个国家啊，说唔对啊，蒋经国尾啊嘛一个国啊，所以有国唔是讲代表是一个国家啦吼，所以中华民国唔是一个国家，伊是一个地理台湾。一个政府，还是一个团体，所以伫台湾每四年，哇，拢咧话讲咧选总统，选总统，无影啦，伊家己咧讲的吼，家己咧碰风讲伊选总统，结果一个所谓的马总统，你记着中国人拢讲伊马先生咧吼，伊唔敢讲伊总统啊，
因知影，因知影因的地位是啥物啊？咱台湾人唔知影，戆戆啊！哦，拢会讲伊是马总统啊，唔是哦。所以每四年咧选咧，就是咧选台湾地理当局的一个局长啦，哦，唔是总统啦，哦。啊，所以咱即马就真清楚哈、哦、啊，台湾这个物件。咱伫台湾被统治，咧统治咱的人是一个地理当局，即地理当局大部分是中国人，是中国全国吼，自古早1945年开始来占领台湾，即全国吼，即军人啦、啊，即大官的子弟来咧统治台湾。哦，来咧管台湾，哦，这点就是讲，咱爱认识真清楚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即马要安怎？啊，咱台湾地位要透吼，那、哦、中华民国占伫遐，台湾地位无法度透，吼、哦。所以咱即马就是讲，台中华民国爱解决中华民国，爱将中华民国赶出台湾。台湾人口我都出头天呀，哦，啊，咱要哪管中华民国？大家讲，哎、欸，啊，你莫爱革命热情啊，啊，无你要管中华民国？我想讲唔免，哦，咱知影人民的力量 ，people's power， 哎、欸，这唔好给看讲吼、哦，这人民的力量无形呢，唔免一穷呢。一个政治都不用、哦、台湾人如果比较多角色，台湾人如果比较多人生，中华民国的真面目爬起来跟对抗，咱就赢了、哦、啊，咱要怎赢、欸、咱知道中东现在这样很乱、哦、埃及在今年哦，诶，这个正话嘛是相同啊。埃及人560,000人，吼、哦，560,000的人，哇，拢徛出来，伫个首都开罗，徛出来抗议示威，诶、欸，一礼拜、两礼拜，哇，拢伫啊，规个首都袂震动啊。结果呢，这个独裁者，吼、哦。Mubarak 就落台啊！这就是人民的力量啊！哦，台湾人你若有法度，卖讲560,000人啦，20,000人就好啊啦！台北总围起来，一礼拜、两礼拜还甲动嘞，伊拢未震动的时阵啊，中华民国就是爱走路啊！哦，啊，所以即马咱要做的呢？咱唔免革命，咱就是无合作，无合作就对啥？对统治当局，咱无要含伊合作，吼、哦！伊咧讲啥，咱就卖个听啊，吼、哦！伊咧创啥物活动，咱就卖参加因个活动啊，啥物活动？啊，选举啊，每四年选一届啊，选立法委员啦、啊，选总统啦、啊，有诶无啦？咱也卖去啊投票，卖去啊做个候选人。吼、哦，诶、欸，安尼唔是讲伊规划拢芳诶，对啊，规划芳诶无唔对哈，规划芳诶伊吞袂落去，安怎讲吞袂落去呢？即、這个咱也无去选啦，伊即、這个，伊即个投票率啦、啊、会真低啊，吼、哦，可能20%，可能30%诶投票率啦、啊。伊投票率低，伊当选，伊无对手的时阵，哎、欸，伊合法性无去呢？伊无合法性呢？伊要统治这个所在，合法性无啊？哦，第二，国际上就咧看，哦，这个统治当局并无本土台湾人的支持，真清楚啊！啊，所以就来处理这个。
通知当局的问题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即马咱会当做的，吼、哦，唔免浪费，啊，就是这步，吼、哦，干那这步，啊，这步你若甲民进党讲吼，还讲袂通咧，我咧捌拄到这個李鸿禧吼，啊，食饭后我讲倒咧吼，啊，我若咪讲这代志。哇、哦、哇！你袂使安尼讲哦，你安尼讲哦，你敢敢伫电视安尼讲？啊，那安尼吼，你那安尼讲吼，啊，我以后无要尊敬你啊！啊，我无要，我以后要骂你啊！哦，因就是安尼想，啊是安那呢？我即马个想个，真侪人爱选举，哦，因为选举有好处咧，哦，我若选调，卖讲总统啦，吼、哦。立委就好啦吼，一个月薪水四五十万呢，佮加一挂助理的补贴，有诶无咧？哇，七八十万呢，这头脑哪会歹？足好诶啊，吼、哦！啊，你若选无掉咧，一票三十块呢，哇，一票三十块你个算啊，啊，一万票几钱啊？十万票几钱啊？哇，这钱袂少呢吼！啊，所以民进党这过去出来选总统这人啊，哇，得票率四五百万票呢，一票三十块，各位个算看卖嘞吼！几耐用呢？啊，这钱走的，走地呢落地啊，对不？所以。出来选举，不管你有调无调，拢有好处。啊，所以大家拢爱选举啊，吼、哦！啊，你要插插伊中华民国是毋是国家？你要去插插伊台湾是毋是国家？我都有好处啊，吼、哦！啊，但是无国家，咱就是真悲惨，吼、哦！无一个身份，是国际上无身份啊！你摕是这本中华民国的这个护照啊，吼、哦！啊，咱知影今年有一个美国和台湾免签啦，吼，免签证。啊，免签证，什么叫免签证呢？吼，即马就是讲，咱来上网，啊去填一挂资料，吼，填你的名，啊你的户籍的所在，你的身份证号码，吼。啊，搁一个上重要诶，即、這个国家即、這个栏内底吼，伫来填台湾，吼、哦，伊诶选项内底吼，国家诶选项内底无中华民国，无 ROC 即个名，敢若有台湾，啊，所以你一定爱写台湾，吼、哦。啊了呢，伊就根据即个资料，甲你通知讲，你会使来。美国啊，吼、哦，啊，你着根据伊这个号码，着入去美国。啊，你入去美国边啊入去，你嘛是爱摕一本中华民国这本护照啊，吼、哦。啊，即马中华民国这本新的护照，伊有一个晶片，这个晶片内底啊，有伫台湾的所有的户籍资料。拢伫晶片内底，啊，所以这本护照呢，去到美国海关呢，伊物理电脑内底呢，就知影讲你的户籍地伫倒位，啊，你是毋是台湾人？哦，有这个资料，你户籍哎，派生啊，伫金门马祖，你就袂当入去。哦，伊是要给台湾人。以台湾户籍的台湾人免签，吼、哦。啊，但是这个吼、哦、有一个问题啦，吼、哦。照我的了解，吼、哦，你台湾管的法讲中华民国的名改做台湾统治当局啊，你无必要叫做中华民国，敢毋是？吼、哦。啊，但是你入来台湾，入来美国是摕。中华民国出本啊，啊明明就写中华民国啊，啊所以美国嘛是公开违反台湾管的法啦、啊，哦，
啊，奇怪，这点人无人指出嘞吼，嘿啊，无人指出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咱这个申请的这个身份证，这不是旅行证件，这是证明你是本土台湾人，吼、哦，是干那证明你的身份尔，你袂当摕这身份证去坐飞机啊。哦，所以真侪人误解讲，哇，我申请这身份证嘞，当去美国啊？哎，唔是嘞，你得有一本护照，你才有法度出国。哦，这是这个免签的这个部分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即马有一个时间哈、哦，啊，我来讲一个小故事啦，哈、哦。这个。伊朗哈，伊朗哈，有一个导演，啊，伊拍一片短片的电影哈，叫做《二加二等于五》。哎，啊，二加二那等于五哈。啊，这电影主要就是讲，伊电影伊个镜头呢，就是一间教室哈，啊，一个老师。在黑板的顶端，写二加二等于五。哇，下骹学生哇，足认真在写吼，二加二等于五。哎，啊，其中一个学生，哎，举手咧，讲老师唔对啊，二加二唔是五啊，二加二是四啊。老师讲唔对，二加二是五，啊，你爱讲五，啊，这囡仔嘛真搞怪咧，伊讲都唔对咧，吼。啊、所以这个老师呢，哇，结足侪人，甲这个囡仔施压力啦，甲这个囡仔恐吓啦，吼、哦，叫伊讲二加二就是五。啊，有一天呢，这个、老师就叫这个学生啊起来黑板来顶悬吼，啊，甲写二加二啊等于什么吼、哦？啊，结果这个学生呢，嘛甲写四咧。哇，所以这个囡仔呢。说伫黑板的头前，互拍死，吼、哦！啊，这就是这个故事真简单啦，吼、哦！但是你要坚持真理，吼、哦，你就是有代价，吼、哦！因为大部分人拢相信你家己是误的时阵，啊，你的真理诶，不一定人要相信啦。啊，台湾。六十几年来就是安尼，吼、哦！国民党予咱的教育拢是二加二等于五，吼、哦！啊，咱煞唔知影讲二加二是等于四啊，吼、哦！这真简单的故事，但是呢，予咱真深的一个启发，吼、哦！啊，咱过去所了解的这些历史。过去所了解的一挂代志，足济足济，拢二加二等于五啦，吼、哦！啊，咱知影过去是反共抗俄的啊，啊，无偌久毋是啊，吼、哦，就去变啊，吼、哦！啊，过去袂使去中国的，啊，即马中国人拢走去中国啊，吼、哦！所以过去因为反国民党吼，掠去方枪杀的。掠去判刑的十几年、二十几年的，哇，这种大冤枉呢，吼、哦，即马拢唔是啊，什么违法宣传啦、啊，什么啦、啊，哇，这过去拢罪呢，拢十几年的罪呢，吼、哦，迄绿岛我嘛去几啊摆吼，啊，即马就是变过去是有罪的物件，即马变无罪啊，吼、哦。啊，过去讲安尼，即马阁讲安尼吼，啊，所以咱主要呢，爱清楚讲啊，咱的情形，咱的历史，吼、哦，啊，台湾的地位，啊，咱若真清楚的时阵，咱就袂去用骗去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就袂去哦，中华民国这中国人，吼、哦，甲咱拖咧戆戆细安尼吼。啊，即马还佫有几十分的时间吼、哦，啊，我来开放予大家吼、哦，大家真辛苦安尼，台湾各地走来到遮吼、哦，啊，听一寡遮问题吼、哦，我想大家啊，无倒来
嘛，足侪个问题啊，吼、哦、啊，然后要提出来交换的吼、哦，我想利用这个时间，和大家啊来交换分享一下吼，安、哦、尼好唔好？什么问题都没关系，大小人啦，哈，啊，你厝边隔壁啦，哦，你朋友啦，你讲啥啦，哈，啊，拢会当找出来，哈，大家讨论一下，安尼。来，请讲。哎，为什么？古英山庙吼签真久啊嘛吼，啊是啥物情况吼？咱的迄、那个迄、那个台湾民政府去发现到这个问题，再去发现这个，再去那个欢迎这个问题，是啥物情形底下？这个问题吼，啊真好啦吼，因为过去的这个台湾独立运动啊。拢干呐讲哇！我要拍倒中华民国吼，啊、哦、要让台湾变成做一个独立的国家吼、哦。啊，伫1970年代，我伫美国的时阵，也是参加伫美国的独立运动啊。啊，独立运动的这个党纲啊，哇，写个足好个，就是讲我要用一切的手段，吼、哦，拍倒中华民国。啊！建立台湾共和国安尼吼，哇，讲啊真有气魄呢吼。但是过去阮遮伫美国咧拍拼遮人，即摆转来台湾呢，拢讲我要用一切手段拥抱中华民国，大家拢走入中华民国体系内底去选举，去做立法委员，去做市长吼。哦拢变做安尼啊，哦，啊，所以过去呢，大家拢无去追究战争法，唔知虾米叫做战争法，哦，真侪台湾人哦研究宪法，但是无干涉到战争法，哦，啊，所以我的了解哈、哦，就是这个 Richard Hatzo。这个美国人，爱娶台湾某的吼，啊，伊研究战争法，啊，佮研究主要是研究美国宪法，吼，啊，伊佮讲发现讲，诶，美国有一挂海外未合并的领土，这未合并的领土，拢是因为战争的关系，才变成美国。管理的一挂领土嘞，吼、哦，所以单只开始去研究，诶，佮想讲，诶，啊，台湾嘛是太平洋战争了，美国佮日本的战争，吼、哦，透过旧金山合约，台湾变成做一个被日本放弃的一个领土，但是无讲放弃有啥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这个台湾的情形呢，甲这个波多黎各、甲菲律宾、古巴，这情形足共吼。咱知影伫1887年，美国甲西班牙有一个战争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战争呢，西班牙拍输啊，美国有准备，所以美国拍赢吼。哦啊，这个西班牙、美国战争结束呢，签一个合约，叫做《巴黎合约》哈、哦，伫巴黎签的。啊，这个合约内底，西班牙同意安怎呢？同意将这个波多黎各、将菲律宾、将关挂鸟和日本，关就是关岛哈，割让给。美国，
哦，这条写真清楚哈、哦。但是古巴呢，伊讲西班牙放弃古巴，哦，含日本放弃台湾平和小港啊。但是呢，伊有一个说来又讲，那西班牙当古巴撤退的时阵，美国会使入去占领，哦，伊讲这点哈、哦。啊，所以西班牙人。但古巴撤退了呢，美国就去占领古巴，哦、所以这四个国家呢，就变成做美国占领的所在啊，哦。啊，但是古巴呢，美国和古巴在1912年变成做一个独立的国家。波多黎各无，哦。啊，菲律宾就讲啊，菲律宾美国嘛，和菲律宾。变成做一个独立的国家，但是管无哈，管变成做美国管辖的一个领土，啊，伊叫做美合并的领土，叫做 unincorporated territory 哦，美合并的领土。啊，所以波多黎各的人即马呢，伊是美国的公民，但是唔是美国国民哦，伊是公民。哦，啊，也当自由进出美国，啊，所以伊伫去年12月，吼、哦，这个美国总统选举的时阵啊，美国的新选用这个啊公民投票，吼、哦，和波多黎各人投票，啊，讲您是唔是要维持现状，保持您波多黎各？是一个自治区，哦，啊，恁会当选恁的总督，啊，恁唔是美国人，啊，结果投票结果呢，有53%的人讲，阮无爱保持现状，哦，啊，即马第二个问题就讲，恁若无爱保持现状的时阵，啊，你希望安怎呢？结果有63%的波多黎各的人讲，啊，阮波多黎各希望。变成做美国的一州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波多黎各呢，就是因为美国甲西班牙的战争，西班牙割让予美国的一个领土，啊，美国无该合并做美国的一州，因为你若要变做美国的一州，一定要美国的国会通过，你才会当变做美国的领土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这个瑞加哈佐啊，甲林志升先生这人开始研究旧金山合约，吼、哦，啊，甲了解讲啊，啊，旧金山合约就是因为战争的关系签这个和平条约，啊，这个旧金山合约写甲真清楚，就是美国是主要占领权国，啊，占领权国就有义务来保护被占领。诶，领土顶悬的人民呐、啊，哦，啊，就是根据这个想法，根据美国的宪法，根据战争法，啊，演变到即马即个啊，台湾民政府的即个论述出来哈、哦，啊，我感觉讲，哇，即、这个论述，但1945年战后都无人讲这个物件嘞哈，啊，2006年迄个时代，较开始有人咧讲，但是呢。真可惜哈，即台湾的专家学者，我阿个无法度了解，哈，无法度了解讲啊是安怎哈？即个战争法内底，啊台湾的领土被放弃，啊主要占领权国，伊管理是安怎，拢无啊哈。像即个陈良志先生，哇，即嘛也有诶，即个博士啊，哈。啊，我伫美国嘛，讲书过啊，嘛真有权威啊。但是伊嘛是认为讲，啊，台湾因为有民主的选举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台湾就变成做一个国家。哦，伊哪安尼讲呢？我真奇怪呢。你一个国家一定要有一个定数啊，吼、哦，一个国家变成做一个独立的国家。请问啊，你独立是多一年独立？
伫倒一月、倒一日独立，无啊。伊敢若讲啊，咱着有民主的选举，吼、哦。咱伫1996年有一个民选的总统，所以1996年台湾就是独立啊。这是卢秀莲的讲法啦，吼、哦。伊讲啊，都民选总统啊，啊，所以阮独立啊，吼、哦。这毋是吼、哦，主权这个物件，就是含一个不动产的过户相共，吼、哦。不动产，你一定要有所有权人呐、啊。哦，我这栋大楼的所有权是我的。啊，我讲我无爱这栋大楼，我要放弃啊！吼、哦，啊，60几年来我拢放弃啊嘞！吼、哦，哎、欸，请问60几年后，这个大楼的所有权上的，嘛是还佫我的啊，因为我无去过户啊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这个主权这物件就是安尼，你一定要有一个条约，将这个主权移转，吼、哦，这开始正式的这个主权的过户，吼、哦。啊，咱真侪误解就是讲，哎、欸，啊，台湾的主权都属台湾人诶，听起来那像对，啊，其实唔对，因为主权并唔是属人民呐、啊，主权是属国家。国家才会当有主权，你人民袂使有主权呐、啊，吼、哦。所以这个物件就是讲，咱要真清楚吼、哦。咱要先有一个国家，才有可能有一个台湾的主权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经过我了解大概是安尼，吼、哦。其他唔知啊，佫有甚物问题无？不好意思，那你那个2006年，咱有去欢迎吼美国嘛，哈，啊，美国啊，正确的正视这个问题了，哈，啊，我就我所在即几遍的上课，等于是讲，咱有讲到讲，咱有去向迄个日本交流协会也有欢迎这个问题嘛，是，啊，即马日本交流协会因的态度是安怎？这点嘛，这点我嘛无了解啦吼。日本的交流协会的态度是安怎吼？因为日本伫1945年战败，啊战败了呢，日本拢完全呢听美国的，吼、哦，甚至日本的宪法嘛是美国人写的，吼、哦，这个马克思。伫占领日本的时阵，就是赶紧啊做一个宪法出来，吼、哦！啊，即旧年即个宪法起草的即美国人吼、哦，唯一一个女性，查某的吼、哦，啊，伊是针对迄、那个啊女性的即个宪法的权利吼，写、哦、一部分啦吼、哦，啊，旧年伊较过身。哦，伊甲公布这个经过吼，迄、哦那个马加萨安那，迄、那个靠一挂宪法的专家吼、哦，啊，去写起草这个美国宪法，吼、哦，啊，了甲交日本去实行这个宪法啦吼、哦。啊，我想日本，咱若个讲旧金山合约这个物件吼，我想因会了解啦吼。哦啊，所以，去年还是前年吼，这个日本的代表，伊嘛是有讲啊，伊讲台湾地位未定，吼、哦，哇，马英九就跳脚吼，啊，伊先啊讲台湾地位未定，因为根据旧金山合约啊，旧金山合约就是讲，我日本放弃台湾平和的这个一切权利啊，吼、哦。放弃管理，啊！但是无讲要学啥，啊！这个物件吼，这个物件我放弃啊，啊！无人无要讲学啥啊，啊！我会当摕到当啊，敢毋是？会啊，会当啊，吼！啊！这就是伫战争法咧讲的残余主权呐、啊，
你还有存一挂资源哈，参与主权，你会当收得回去啊。哦，但是这日本到目前，伊拢无表示态度，伊嘛唔敢表示态度啊，因为政治这个物件哈，真敏感啦哈。啊，政治这个物件是考虑利益啊，因为政治家伊有一定的任期嘛。第一任期内底，伊是希望讲拢顺事安尼吼。你若讲哇，啊台湾是日本的诶参与主权，我要摕倒转来，哇，这代志大条啊咧，吼、哦。诶，中国当然嘛是跳卡啊，吼、哦。所以各各国有利益的考虑，美国目前利益的考虑就是讲啊，你着台湾保持现状。点点平平安安，安尼对美国的利益上好啊！我著安尼啊维持落啊！啊，不管你台湾人安那死我，啊，无要紧，我美国利益啊，保持现状。台湾的地理当中，啊，逐年啊向美国买武器啊！买武器毋是讲几十亿、几百亿呢？买武器算屌的呢！我这笔生意偌大个？哦，啊，这不是美国利益吗？哦，啊，所以美国无爱叮当这物件，啊，什么人爱叮当？台湾人你也叮当啊，台湾人你也站出来啊，台湾人啦有法度，卖讲一个人啦，十趴就好啦，十趴的台湾人啦有法度觉醒，十趴的台湾人啦愿意站出来，美国爱叮当，美国绝对爱叮当，哦。啊，所以即马就是讲，伊在咧讲这论述，就是要大家去了解吼、哦。啊，大家转去，还袂使点点呢，转去嘛爱讲呢，朋友嘛爱甲讲啊，你的时大时小爱甲讲啊，你新妇后生爱甲讲啊，吼、哦，互遮了解。啊，咱是台湾人，咱毋是中国人，吼、哦。唔，你讲政治问题，咱是台湾人，唔是中国人。咱的血统啊，咱的血啊，老的，含中国人无同，吼、哦。这有证明的呢。这研究 DNA 吼、哦，林玛丽医师吼、哦，一个台南的一个查某医生，哦，伊专门研究 DNA 吼、哦，伊伫国际上拢咧发表一挂论文吼。哦啊！伊研究的结果就是讲，台湾人的血含中国人，但北方来中原这人的血无同，哈、哦，伊的血型无同。咱是伫中国南平的越族，伫四五千年移民来到台湾的，哈、哦，所以咱甲中国人的血本来就无同啊，哈、哦，啊，何况伫政治上。咱甲中国嘛无交叉啊，交叉是1945年，蒋介石来甲咱占领，但了也无开始有交叉，无嘛无交叉啊，吼、哦。所以情形是安尼吼，啊，佫剩几分钟哈，看佫有问题无？那无问题哈，啊，咱提早五分钟来吃饭，安尼好不好？哦，感谢大家，感谢。请起立，起立。啊，各位同心，请坐坐。迄妇女会会长，大家有代志要甲大家讲哦。各位同心，大家好。啊，我有两点报告啦，哈。